俺这第三个条件，就是合在一起舒服，俺就合下去；合在一起不舒服，俺们随时抬腿便走。你不能阻拦，你要是阻拦，别怪俺缺其容，不讲仁义。到时候，如果俺没有本事留住二位，二位尽管走，那。 却不拦阻。司令，你真是人中龙凤啊，马中吃兔啊！爽快。那还说啥呀？从今往后，俺们哥俩就跟着大哥你干了。大哥，司令。哎，司令，来，俺敬司令一杯。 师傅，现在队伍拉起来了，这事儿你不会怪俺吧？虽然这是俺最不愿看你走的一步，但也是万般无奈，必须要走的一步。龙生，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师傅支持你。不过。 俺也要提醒你一句，钟天星把很快就会来找你的，队伍里的事儿都交给锁柱他们去做，你自己不要懈怠了练刀。嗯，一说到锁柱，俺正好有件事情要跟您说。锁柱咋了？他想拜俺为师傅，让俺收他做徒弟。啥时候的事儿？就抓枪神那会儿。 有一天，他扑通就给俺跪下了，非要让俺做师傅。当时俺也没办法，俺就先应付过去了。俺就跟他说这事儿，等抓到枪手再说吧。你心里咋想？俺肯定不熟。你不是不让俺收徒弟？龙山，你感觉锁柱这个人？ 怎么样？锁柱这个人挺好的，脑子挺聪明，没什么坏心眼。俺观察了他几天，别看他出手挺狠，但心肠不硬，应该是个善良的人。俺也听出来了，其实你心里啊挺赞扬锁柱的。师傅也觉得锁柱这人不错。要没有他张罗的话，猛虎队儿。 也拉不起来，不是，俺是说，您干脆就给收了吧，俺多个师弟。再说吧。行。美茹，美茹，哥，你看，找半天你拿俺衣服干什么？哎呀，哥，你甭管了，俺给你洗洗。你洗衣服？ 算了，俺这衣服才穿了半年。啥？这衣服你都穿了半年不洗？不像啊！不是，你上回给狗蛋儿洗衣服，不都洗成鱼网了吗？你就别稀罕洗了啊！这个狗蛋儿又出卖我，看我不撕他嘴。没事，狗蛋儿那破衣服原先就是碎的，洗碎了也没关系。但是你就别拿俺这个练把式了，你给俺吧。哥，俺都练好了。 俺保证你洗的干干净净，肯定洗不烂。你万一洗烂了呢？俺还想多穿两年呢。俺哥，你就信俺吧，肯定给你洗不烂，肯定给你洗的可好了。俺还是信不过你，你给俺，你就别洗了，你给俺吧，不用，不用你给俺洗。你看，这还没洗呢，这就碎了。俺看看，没事啊，把脏鞋挤出来就没事，疼吗？疼。没事，别动，忍着点儿，把脏鞋挤出来就好了。 没事啊，不疼。没事，伤口不是很深，很疼吧？没事，没事，不疼吧？不疼。嗯，躲什么呀？俺回去撒点芦荟就行了。撒完芦荟，把手包上啊。啊。干什么呀？起来了，翠花。
你拿着脏衣服干啥？给俺，俺去洗。那什么，你要说啥？没事，你就，哎，谢谢啊。谢俺，俺不让你谢。不是，从小到大都是俺照顾别人，除了俺爹俺娘，没人照顾俺。你看门叔和俺妹子，这些年都是俺照顾他们，这头一回，你为俺忙前忙后的。 算啥呀？啊，买卖也让人抢了，家也回不去了。哎呀，真悲呀！前算三百载，后算五百年，谁算就是俺，不能不要钱是不？ 哎，算个卦呀！不算不算。哎，大兄弟，干啥呀？哎呀，不认识俺嘞？你是？哎，俺是黄家镇的，你老王叔啊。老王叔？哎呀，你看看你这个记性啊！俺是你的老主顾了，老去买你这个熟驴肉。嗯，哦，俺想起来了。 你那时候厂长俺便宜，哎呀，厉害呀！你这也是帮会了啊？哎呀，那今天是咋回事？你们这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呀？这不过两天有几个新兄弟入帮吗？哦，兄弟，啊，你能不能给他们说说，叫俺也入帮啊？行是行，可是你一时半会儿成不了帮会弟子。 那得多长时间啊？最快啊，也得7年。啊，7年啊！7年，俺浑身上下的毛啊都白完了，到时候都该拄着拐杖了。那如你帮会还有个鸟用啊，是不是？你看你能不能给你们这个头通融通融，那叫俺快点。不行不行，这是规矩。哎，别急啊。 哎，是这样的，兄弟，你跟俺讲清楚，他为啥7年？俺给你白算一卦，不要钱。啊，别琢磨了，你兄弟，来来来，跟我来。大兄弟啊，你看你脸的福相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常言说得好，脸蛋子圆，哎，不缺吃喝，不缺花钱啊。 这梁子塌，不缺娘们，不缺吃花，见面人，见面人。嗯，说说那7年的事儿吧。老王叔啊，俺和你说，任何想入俺本帮的人呐，都得先经过考察，先拜帖，写明身世背景，姓名八字，由三帮九代开设锦衣香堂，经香堂一世系统，由三帮九代开设锦衣香堂，经香堂一世系统，由三帮九代开设锦衣香堂。 老王叔，哎，你看啥呢？嗯，问一下呀，俺怎么看着那个旗子好熟悉啊？啊，这说明啊，俺们安庆帮声名远扬。问一下啊，那个葫芦是啥意思啊？旗子上的葫芦啊，是俺们安庆帮的镇帮法器，供奉了好几百年的老物件。这么说。 那葫芦现在还在你们安庆帮啊？原本啊好好的，
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不见了。那弄哪儿去了呀？据帮会的师傅说呀，是因为当时世道昏暗，民不聊生，祖师爷不愿看这灵物啊再留在人间，一夜之间就把他给收回了。但是据帮内传言，是现任帮主马凤臣出外寻访布道的时候不小心弄丢的。老王叔，哎，老王叔，嗯，您先忙着，俺先走了。新年，怕是用不了七年了吧？门先生，这白眼狼又弄了不少新墙，都是新的，锃明瓦亮的，闪着俺这个眼都看不见。他不但弄了不少新墙，还新收了那缺家兄弟俩，缺七荣，缺八贵。他们可是宁京有名的惯匪啊，他们手下一帮人心狠手辣，据说干活绝不留活口啊。看来白眼狼这次要明着来了。哎，是啊，俺琢磨这件事，不能让他们进寨子，进寨子就悬了。咱拿着大刀木棍跟人枪弄，亏大了吧？哥，不怕啊，有俺呢。俺一铡刀下去，最少砍死两个。对啊，哥，俺这个斩骨刀也不是吃素的。嗯，这硬手能守得住吗？守得住，守不住都得守。佛珠说的有理，咱们是得打守不住的铺啊。何部长，哎。和寨子里的老少爷们儿都打个招呼，要是真打起来，老少妇女先撤出寨子进林子，就留年轻人，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撤起来也容易。中。何叔，咱寨子里头还有多少鸟虫？原来有个十多杆，可是好多年不用了，能用的估计有个五六杆，再加上黄大善人他们凑过来的人和枪，能有个十来杆吧。行，那有多少咱就用多少，反正在烙令的时候宋长官还送给俺一把，他也教俺了，打响能打响，打得准打不准俺就不知道了。哎，俺以前耍过这个，交给俺行。行，那你用，咱接下来分分工。婶子，可别再吵了，再吵就糊了。哦，快快快！别烫着手啊，娘。哎，永生哥来了。嗯，永生哥，把那个边啊再掏的细一点。哎，好。这个总行了吧？不行，你看你这个边太厚了，炸不开。把这个芯儿再掏的大一点，圆一点啊！好嘞。把那个皮儿，那个都砸的别太厚了啊！好好好。
你俩把那个泥和透啊。哥，告诉他们把这个豁口尽量往高提啊。好，你跟俺来，慢点啊。来来，小心点啊。三叔，这个还得再高一丈啊，让乡亲们加把劲儿。等会儿。辛苦了，哎，这儿再加块板啊，挺结实点啊。好，我的车ここで梁永先との試合に備える。北兵はいかん。得了，昆布烧烤秋港的带路拼命了，谢谢你吧。我立的梁永生娃可以台把你后一起叫求买打记录哈巴亚西卡台那嘎达明安寨娃梁永生娃桑丘的梁永生的马脑带路梁永生哥ニアンジャイを守っている。あいつは負傷したんじゃないのか。医師は臨終報。君の情報はあのか来た。ワンラウト。ワンラウト。やつはカナダ上空空地な沖田さん信用するんだ。あいつめ。ニアンジャイへ明日行く。ライオンシェンと。決着をつけてから北兵へ行く。オケタさん、そういうことだ。可这个猛虎队都是一帮半大不小的小伙子，你这个岁数行不行啊？看你这个熊样，俺再送你一条，手脚不干净的也不要。哼，小看人。哎，倒霉呀，趁这鸡腿还咬住小奶呀，出血了，你看看这个，哎。俺青帮开山祖师爷接金春，现任帮主马凤臣。就是他呀，这是俺当年从窑子铺顺出来的东西呀。呀，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蓝花老头不是个凡人呐！不是凡人呐！ 俺心里是不是也没底儿？俺求你个事儿啊！俺是你妹子，啥求不求的？你说，万一真打起来，俺可能顾不太上，你帮俺照顾好门叔。 哥，杨翠花的事，你到底咋想的？俺跟他都在一个屋檐下，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别扭。俺不想再这么不明不白的。要不，你就娶了她，堵住大家伙的嘴。要不。 你就，有声哥，天凉了，俺给你披件衣裳。 玉茹妹子，你也在啊？ 太晚了，你也回去睡吧。俺再待一会儿。 哎哎，他门叔啊，你问的事儿我都给你摸清楚了。咋样？锁柱这孩子吧，心眼够实，模样也中，可他就是个外来户，家里啥物的咱不摸不牢靠。哦，也是啊。还有，锁柱没家没业的，也没有个挣钱的本事，他拿啥养活咱闺女啊？ 我看还是算了吧。中，喝点水。哎哎嘿。
好了好了，差不多了，哎呀，俺都看不出来了，走。哎，走，好，走。老天爷保佑，成败在此一举啊！在此一举，天亮，俺本是接近春时也。祖师爷，你真是已经有106年8个月023天了呀！哎，咋比俺记得还清楚啊？俺特派王师爷前来整顿朝纲，匡扶正义，救民于水火，扩大本邦清白之声啊！若有违抗，必将包毁人亡。这可咋办呢？马保荣，看来真的是祖师爷显灵了。咋办呢？显灵个屁！就这戏，俺也会演。大胆妖孽，胆敢在此胡言乱语，蛊惑人心！弟子们，把他给我拿下！镇邦之宝在此，谁敢撒野？圣物显现！还不跪下行礼呀！这还真是咱的宝葫芦回来了呀，还不快跪下！俺问你，这宝葫芦从哪儿弄来的？甲子年3月初7，你未经许可，携带本邦镇邦之宝进入人间淫荡污秽之地，将其丢失。俺常常托梦王师爷，尽早寻回此物。今日
镇邦之宝物归原地呀！从即日起，所有本帮弟子见宝物如见祖师爷，众弟子要听从王师爷号令，如有违抗，定斩不着啊！马凤臣呐，马凤臣，你不务正业，荒淫无道，有辱使命。按照本帮戒律，你是该死不认活呀！祖师爷饶命！祖师爷饶命！弟子知错了。师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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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师爷，你醒醒啊！拜师爷，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兄弟们，前面就是宁安镇，今天一定要血洗宁安镇。是。东西牢不牢靠？牢靠，几百年都用的是它了。来了。哎呦喂，你俩别给弄响了。刘胜哥，你放心吧，俺心里有数。来了来了，白二郎来了，白二郎来了，来了，白二郎来了。门叔，白二郎来了。来多少人？那数不清啊，老多了。看清了吗？纸多不少，黑压压一大片呢。二乐，赶紧敲锣去。好嘞。东升，宁安寨是存是亡就看今日了。嗯，来了，来了。就按咱俩说好的，你出去放第一枪，这头一茬韭菜交给你了。放心吧，俺一定给你割利索了。走。叔，这乡亲们您就看好了，什么事都别管了啊。东升，打不赢就撤。记住，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硬拼。好，你俩回去吧。东来，把这个给大虎运过去。哥，俺帮你。哎，不用，你赶紧回去吧。你也赶紧回去。翠花，走。走吧。哥，你长点眼啊。来了，翠花，走。林哥，过来试试。弄结实点，你都快点，快点，都快点，八二郎都来了，你快点。行行行行。
快快快！哎，小心点啊！哎，小心点，盯紧啊！这边。对。哎，杜雷，正找你呢，过来搭把手。嗯，好。哎，你上那个木笼子，你上去上去试一下啊！快点快点快点，白二郎都来了。上面钉好了吧？做好就中啊！准备试一下，把门关紧。这一战，那就仰仗二位了。司令放心，俺兄弟俩不会给你丢人的。去。兄弟们，都别慌，别怕啊！大家都听俺口令，俺让你们打，你们就打。
进去看看。好，兄弟们，不怕死的，敢冲进去，弄死他们！哎，老婆，你小心点儿。撤。